唐大中十三年，公元865年，唐王雍禄疏于朝政，凡国之大事皆由司天台占卜定夺。封灵山紫阳关道人天机子，善阴阳五行之法，特敕进京受封国师，执掌司天台，推演大唐国运。是。会合的时辰快到了，我们抄小路，尽快与金阁领会合。哎，客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 竟敢挡道，真该好好教训他一下。此人会武功，与他纠缠肯定会耽误政事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迎接国师进城，保证册封大典顺利进行。赶快与派去的人会合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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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
敢挡百骑师的路，小心！ 我等奉相国大人之命，在此接应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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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
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啊！
朕的百济司个个都是高手，而且派出去的都是精锐，居然保护不了一个天机仙人。难道说朕的侍卫都是废物吗？天机仙人死了，朕如何求神问天，处理国家大事？侍臣护卫不力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百济司格令金胜男玩忽职守，臣请陛下免去金胜男格令职务。 交由刑部重处。陛下，金胜男自担任百济司格令以来，屡建奇功，今日刺客能在百济司的眼下行凶，可见此人身手不凡，非等闲之人呐。再者，他为何要行刺国师？其中必有蹊跷。你的意思是，此案关系重大，可让金胜男戴罪立功，捉拿凶手归案。陛下不可。 金胜男大过不罚，只怕百官不服，赏罚不明乃大忌，呈陛下明察。这，陛下，臣确有失职之罪，请陛下宽限数日，臣必定破案。哼，金胜男，恐怕你是借机畏罪潜逃吧？韦相国，我尊你是当朝相国，一直忍着你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别人怕你，我金胜男不怕。 百济司直属圣上节制，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放肆！陛下，金胜男竟敢训斥当朝相国，这是何等的目无尊卑！臣恳请陛下将他问罪。相国大人，此言差矣。凡事有因才有果，若不是你出言污蔑金阁令要逃走，何以遭此恶言呢？ 陛下，我愿意为金胜男担保破案。万万不可，陛下！好了，吵什么吵？朕的鱼都让你们吓跑了。金胜男，朕给你7天时间破案，如能破案，将功补过；如破不了案，二罪归一。你看如何？臣愿意，7日之内一定让陛下满意。相爷。 出去，把银长空叫来。是。相爷，这是怎么了？陛下想册封凤岭山紫阳关天机子为国使，掌管四天台。这可是可以借着天意左右皇上决策的职位啊！是啊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 想献给相爷，哦，利用百济司的卧底，在护送天机仙人的路上，我们除掉这天机子，再由我装扮成天机子，坐上这国师之位。如果我们偷天皇儿的计策能成功的话，大唐的命运就握在相爷的手里了。您看，不好吗？先生名为季高。 过奖。相爷过奖。拜见相爷。快快请起。谢相爷。长空啊，我昨晚上想了一夜，也没明白，你说这鬼面人。 究竟何人？坏我大事啊！回相爷，卑职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事已至此，就要想办法把季高的尸体尽快运回相府，在他下葬之前，不可露出破绽。什么？7天破案？圣上糊涂了不成？思思，切不可胡说。 刚登基时的圣上勤政爱民，深受天下人拥护。只是这些年奸相得势，圣上广受妖人蛊惑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查案期间，百济司日常事务，你要多费心了。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离开几天就依依不舍了。伯父大人，起来起来。伯父。
盛南既然答应七日破案，就一定会竭尽所能，一定不会让那个奸相小瞧。你看看，人家魏宝痕不管怎么样也是当朝宰相，一口一个奸相。你看你这个脾气，以后谁敢娶你啊？只有能接住我袖里乾坤的人才配做我的夫君，一般人我才不会嫁呢。不聊这些了，哎。 这件案子并不简单呐，你打算从哪里查起？我打算先去验尸，然后在沿路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好啊，不如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由他帮助你的话，我会更放心。司徒大人，您要推荐的是什么人呀？啊，这个人叫罗从楼，当年呢是我手下。不用了，伯父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多一个人我反而觉得不方便。 你爹呀，一辈子吃亏就在这个倔子上，你的脾气跟他一模一样，以后啊有你吃亏的时候。好了好了，伯父，如果我真的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会找那个罗重楼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都喝了我们好些酒了，我们这个小本买卖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！拿酒了，就是这个无赖，天天在这喝酒不给钱。 报上你的姓名户籍，听到没有？闪开！大胆刁民，竟敢拒捕！杜平，帮我付酒去。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不认得我了。哈，罗将军，退下吧。杜平，参见罗将军。掌柜的，快拿酒来。 是秋水剑，裴玉，你终于出现了。金胜男，你敢在我相国府闹事？ 住手！
胜男，你半夜跑到我家里来打打杀杀，什么意思？也太不把本相放在眼里了吧。韦相国，你擅自把国师的遗体运回相府，你又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奉了圣上之命为天机子守灵。你敢假传圣旨？难道这也是假的吗？你，本相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以验你破案心切，才敢闯到我家里来撒野。还请金阁令回吧。送客。师父，今天的事情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半路被人破坏了，看来要重新布局。请师父派我进宫刺杀狗皇帝，我一定成功。你是我的最后一步棋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你武功最近练得如何？每天苦练，已经有了成效。好，以我为目标，练给我看。以你这种程度，还差得很远。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能不能为你全家报血海深仇？就看你自己了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是你，姐姐，我们追，不用追了。可令，这是谁啊？是那个酒鬼。尸体伤口呈现水波纹，秋水剑所致。秋水剑，属下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秋水剑原是开国大将李靖佩剑，由绵铁织金铸成，其剑锋薄如蝉翼，挥动之下剑锋颤抖，会在伤口处留下水波纹状，因而得名秋水。此剑现在在何人手上？裴玉，裴玉，难道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剑客的裴玉？思思也听过此人，如雷贯耳。这裴玉年少成名，弱冠之年便横扫三山五岳，是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。若凶手真是裴玉，恐怕我们几个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要听司徒大人的，去找那罗冲楼相助？不必。那裴玉还能有三头六臂不成？全力追查裴玉的下落。
是。哎呀，金胜男昨夜尸检未果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本想把尸首好好看管，以免露怯，现在倒好，反成了鸡肋。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解决掉尸体。姐姐，裴玉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裴玉啊也是好色之徒。裴玉在文风阁消息准确吗？白天已经放出多条眼线，确实可以确认。姐姐，那我们这个办法真会引裴玉再次现身？不管怎样，我们只有六天时间，赌一把。老大，赶紧让花魁风姑娘给我出来。哎呦，客官，风姑娘不接客。凤姑娘，我本来是想把他们拦住的，可是他们硬要往里闯，怎么拦都拦不住我。各位，这是后宅，请去前院把酒言欢。我就是来找你对酒当歌的。凤小姐果然花容月貌，名不虚传。裴玉，是我。袖里乾坤，你就是白祭司的阁领靖城南。正是。裴某不愿与女子交手，你们走吧。罗冲楼，好久不见。你就是罗冲楼？裴玉，我找你好难啊。罗兄今日大漠神枪不在手，再会。拿命来！输了。罗重楼，今日你大漠神枪不在手，我胜之不武。为了你，我的秋水三年没有出鞘，我们改日再约。不用追了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为什么要放他走？那裴玉涉嫌朝廷一桩大案，既然你也和他有过节，不如我们联手对付他，如何？没兴趣。你为朝廷办案，我给自己报仇。
姐姐，罗重楼的底细我全调查清楚了，都在这儿。原来罗重楼的妻子被人所杀，也是秋水剑所致，而且伤口呈水波纹状。罗重楼故意透露秋水剑的线索给我们，是为了利用我们找出裴玉的下落。想不到姓罗的身上还有这段隐秘。不对，那个杀手或许不是裴玉。为什么？裴玉曾说，秋水剑三年未出鞘。我相信裴玉这种人是声誉大于他的性命，他没有必要撒谎。如果凶手不是裴玉的话，那尸体上的水波纹伤口怎么解释？陈龙，你回百济寺叮嘱那奸相，思思你去追查所有和秋水剑有关的线索。是。案子越来越复杂了，凶手究竟是谁？那奸相一再阻挠我验尸，其中必有蹊跷。裴大哥与罗冲楼真的难免一战吗？秋水剑对上大漠神枪，大哥有几分胜算？高手对决，胜败只在毫厘，也对得起我这个剑客的宿命了。那大哥为什么不告诉罗冲楼，你并没有杀害他的妻子，避免这场争斗呢？裴某一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跟真正的高手过招。我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？真不忍心看到你们决战的那一幕。其实我在担心的是你。裴大哥怎么对我这种风尘女子这么关照？因为每次看见你，我都能想起一个故人。裴大哥给我讲讲吧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方延斌，你妄言朝政，诋毁圣上和相国，圣上有旨，杀无赦。快走。爹，快走！被那帮蒙面人之后，原路再去找那个姑娘，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她。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挥之不去，每次我看见你，就像看见那个姑娘一样。裴大哥，我真的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先走了。
易容术。抓刺刀。金手拿呢，拿了出来。本相一再忍让他，他既然烧我相府，还毁了国师的遗体，本相要带他面见圣上。相国大人一定是误会了，这不可能。误会？他们亲眼所见，难道也是误会？没错，我守护灵堂，着火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金阁里从里头出来。铁证如山，让他速来领罪。相国大人，阁领不在。不在？是畏罪潜逃了吧？人是你们百济寺的人，你们就应该立即缉拿金圣南。如有包庇，我将禀明圣上，一同问罪。是是。思思，阁令，情况如何？韦相国上奏朝廷，说你毁尸灭迹。这个奸相，假天机仙人一定与他有关，我一定要查个明白。阁令，据眼线所报，天网宗曾大量搜集棉铁，仿造秋水剑，之后锻造师一家二十余口全被屠杀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姐姐，还有五天就到了皇上给你的期限。可此案复杂，不会这么轻易就大白于天下的。可这一旦过了破案期限，君无戏也。我怕，我死是小，可朝野动荡，这才是大。况且此案还与天网宗余孽有关，我不能不查。嗯，那您下一步如何打算？既然死的天机仙人是假的，那真的在哪里？别鬼鬼祟祟的，明人不做暗事。出来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想请你帮忙查案。你查你的案子，与我何干？三年前，江湖出现一个庞大的组织，名叫天网宗，其教众之多，规模之大，实为罕见。就连许多文武官员都纷纷加入。天网宗打着道教旗号，背地里干的却是谋朝篡位之事，最终朝廷派兵围剿，而当时的带兵将领就是你，罗重楼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在围剿天网宗总部时，你中了埋伏，身受重伤，而你的手下，也就是你的妻子云柔，为了救你而牺牲。当时云柔正是心口中了秋水剑，所以你探查灵堂，就是为了看看是不是持有秋水剑的仇人又出现了。在你看来，谁持有秋水剑，谁就是你的仇人。但是我们查明，天网宗曾经仿制过的秋水剑，这样一来，你的杀妻仇人或许不是裴玉。天网宗的宗主
叫李朱鱼，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谜，没人见过他的相貌。那为什么李朱鱼和裴玉就不能是同一人呢？我只是怀疑，猜测有这种可能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只希望你能帮我查案。你不用废话了，走。你就是一个用酒逃兵的懦夫，你也不想想，你不查清楚原因就和裴玉殊死相拼，万一你错杀好人，岂不让真凶逍遥法外？如果你被裴玉杀死，你有何面目面对你妻子的在天之灵？一个蠢货！你给我滚！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你多次跟踪我，给我线索，让我引出秋水剑裴玉，不就是为了找到真凶吗？现在有了真凶线索，你还在这醉生梦死。明天一早，我去紫阳关查询线索，我希望你与我同往。姑娘，快走。想不想报仇？我的仇人是皇帝。我只问你想不想报仇。想。好，从今天起你就是长安城文风阁的花魁凤潇潇，我会传你武功，待时机成熟给你手刃昏君的机会。裴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还有血海深仇没有报，我不想连累你。启禀宗主，姬世南已经查到我们仿造过秋水剑。大事将近，不能让人怀疑到我们天网宗。宗主有何打算？鹬蚌相争，才能渔翁得利。你来做什么？我随师父练武这么久了，连你的真面目都没见过。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只需要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就行了。为什么要陷害裴玉？怎么？心疼了？如果不是我，你以为你可以在文风阁保持清白之身？你以为裴玉会看得上你？如果不是当年我救了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方凌霄。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，但是裴玉与此事无关，而且我能看出他对我的真情，请您放过他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谈论儿女私情？好好练你的武功，过不了几天就用得上了。凤潇潇小姐，哦，是贵妃娘娘。什么？你等的那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
没想到官道上还能捡到这只肥羊，盘缠真不少啊。咱们不就劫个财吗？还把个人抬回来做什么呀？咱债主现在可打着光棍呢，要是看上这个小娘子，留在这里当压寨夫人也不错呀。想得美。在此喧闹，原来是个女娃娃。你就是债主？正是本座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本座面前瞎闹！有种就下来伸伸手，别在那儿装神弄鬼。老夫几十年都已经未出手了，出手必血流成河。好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座的神功。知道本座神功的厉害了吧？念你年幼无知，放你下山逃命去吧。那就多谢债主宽宏大量。哎呦喂，摔死我老兄！你这个小娘们，你敢偷袭我老兄，看我怎么打死你！哎呦，要不是我老兄这几天跑肚拉稀伤了元气，我们打折你的腿！哎，你要杀就杀，凶人算什么本事？我一个大老爷们老被你这样踩着，我老兄以后还混不混了？你干脆杀了我吧，二十年以后你熊爷爷又是一条好汉。你个憨货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才真的！住手！罗冲楼，师傅，师傅救我！这小娘们要杀我！姓罗的，那个熊包是你的徒弟啊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当年我奉旨剿匪，见熊大本质不坏，也没有干过什么奸淫烧杀的恶事，我便放他一马。谁知，他死皮赖脸要拜我为师，我就口头答应收他做了记名徒弟。你别看他武功不济啊，那些装神弄鬼的法术他最懂了。师傅，师娘，怎么样？这酒菜准备的还行吧？放肆！你叫谁师娘？你再敢胡说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哎，我师傅那是武功盖世，人品第一啊！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我跟你说，他用情专一呀。看上你啊，是你的福气，是不是师傅？不得无礼。这位是百济寺的禁阁令。罗冲楼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昨夜你说要来探查紫阳观，熊大呢，占山为王，结交江湖人士，他的消息最灵。我来这儿是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没想到，他的喽啰把你生擒上山了。什么生擒？我是故意上山借机剿匪。就他这三脚猫功夫，我几下就帮你教训他了。哎，是，你是我师娘，你可以教训我。你要不是我师娘，那可不行。师傅，救我！师傅。禁阁岭，这熊大随性之人不懂礼数，况且我们还得指望他打探紫阳观的消息，就由他瞎说罢了。你不是还固执地相信裴玉就是真凶吗？现在想清楚了。这件事，我一定要弄清原委。
生怎么鬼鬼祟祟的，有门不走却翻墙。我让你安排凤潇潇进宫的事可准备妥？已经按照宗主指示打通一切，三天后即可进宫。好。谁？如此不小心，属下有罪，请宗主责罚。去，把晋城南的行踪暗示给韦相国。再有疏漏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属下遵命。师傅，师傅，有消息来。什么消息啊？你是我啥人呀？我不告诉你，我告诉我师傅。哎呀哎呀，你说不说啊？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有骨气的，打死我都不说。好了，快说。嘿嘿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师傅，没想到天机子真正修行的地方不在紫阳观，而在这麒麟洞里。看来熊大消息有误，这里不像有人的迹象。恭候二位多时了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果然是那奸相的阴谋，看来天机子早就被你们杀死了。给我动手！姑娘，莫慌。数日之前，贫道被一伙强人所于此处时，就已算定。今日六爻皆吉，万事都有转机。你是什么人？贫道天机子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
撑得住。哼，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高人呢，给我上！别过来啊，老熊刀快！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不能看着你死，我不管。好你个不知死活的丫头！以前念你是朝廷命官，我让你几分；现在你就是个通缉犯，我还怕你？杀了他们！这阴长空真够歹毒，道上居然有毒。师娘，我师父这纯粹就是为了帮你才弄成这样的，要不然他淌这浑水干啥呀？幸亏我熊大经常备着解毒药，要不然呀，到时候你就是想嫁给他，人没了。行了，熊大，今晚我来照顾你师父，你去加强戒备，以免相府兵来偷袭。行，师父照顾好了啊。启禀下爷，前方传来消息。废！好你个晋生男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立即持本相令牌前往神农营。是。金圣南啊，金圣南，本相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到长安。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中了毒，还好熊大有解药。今日我们带天机子回京。可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啊，还是等你伤口好了再走吧。就晚了，还有三天，就是圣上给你的最后期限。如果我们不能把
成龙，要不休息一下再走吧。时间紧迫，赶路要紧。驾。格令，陈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应你们的。陈龙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思思呢？啊，思思还有别的任务，所以我就一个人来了。哼，贼眉鼠眼，说话吞吞吐吐，一看你心里就有鬼，胡说。什么事？思思，思思，醒一醒啊！思思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快找个地方给他治疗。要不先回飞熊寨吧。师傅，你看我在这也帮不上忙，师娘一个人啊忙不过来，你啊在这陪陪她啊。回来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不许再叫人家师娘。我行行行行，不叫不叫，好吧，别生气啊。我走了，师娘。格令，不好了。这里被相国府的人包围了。什么？你在这看着思思。嗯，成龙。手下败将，还敢来送死？送死？要死的恐怕是你们吧。今天，我要为我这只眼睛报仇。诸葛连弩，神龙吟，这回麻烦大了。心狠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多事。不留活口，给我上！
没想到这臭狗熊还有这能耐。嘿，多谢师娘夸奖。不好，陈龙。谁干的？不知道。一个黑衣人突然进来，我防备不及，结果思思他……还能有谁？奸相狗贼，不杀你，我奸相乃誓不为人。师傅，你干嘛带我来这个废墟啊？这里是天网宗的旧址，当年天网宗被剿灭的时候，这里被一把火烧尽。不过他的势力很庞大，总坛肯定没这么简单。熊大，啊，你精通机关之法，你去四周看看，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放心吧，师傅，还没有什么机关能瞒过我老熊的。师傅，这里有个暗道。北宝恒欺君罔上，陷害忠良，兹免去相国之职，交由刑部查办。金胜男虽捉拿凶手未果，但念寻找天机子有功，不欲定罪，免去百济司阁领，交由陈龙领阁领之职。紫阳关道人天机子复拜国师，执掌司天台，钦载。遵旨。起来。国师历经凶险，却能逢凶化吉，实乃我大唐之幸。朕请国师占卜一卦，归延我大唐之国运，佑我江山永固。禀陛下，国之运势上承天意，因果万千，非掐指之间可以算出。贫道需在宫内设下祭坛，广聚方外道友一同做法，供天书于祭坛之上。待吉日开启天书，上承天意。行，但凭国师做主。退下吧。我要见司徒大人。请我进去禀报。奉才人进宫。柔儿，三年了，等这三炷香烧尽，答应你的事，我就做到了。醒醒！醒醒，柔儿！柔儿！谁看的？谁看的？谁看的？我在呢，我在呢，柔儿。你不会有事的。答应我一件事。好。
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要你三分之二，我的友情。什么？答应我。终于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。大漠神枪，沙场凶器，怀仇恨之心持之，必会陷入疯狂。如果我有枪，恐怕早在三年前，我就和裴玉同归于尽了。谢谢你。现在真凶未查明，今晚我誓死为你报仇。启禀皇上，凤才人到了。进来吧，其余人等都退下。遵旨。就是文风阁的花魁凤潇潇。我不是什么花魁凤潇潇，我是泸州刺史方延斌之女方凌霄，专门为取你这昏君狗命而来。大胆凤潇潇，竟敢行刺圣上！格岭，格岭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人刺杀皇上，罪大恶极，卑职正要将他拿下。陈龙，你那一刀分明下的是死手，这么急着杀人，难道是要灭口吗？格岭玩笑了，我刚刚也是急火冲昏了头脑，一时没收住手。陈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
他为何会在思思手中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就是百济司的内鬼，我一向器重于你，把你当自家兄弟，你为何会干出这种谋逆之事？我陈龙也是有大志向的人，跟着你济慎南一辈子在百济司当个小卒子，我不甘心。真可悲。济慎南，我原本不想杀你的，这是你自找的。 靖格岭这样的人才就这样杀了，实在可惜。现在皇帝已死，倒不如归顺于我，待我坐上皇位，必然要重用于你。哼，笑话！就凭你这装神弄鬼的妖人，怎么可能篡夺皇位？痴心妄想！靖格岭，请你仔细看看我。 我就是国师天机子，感谢靖格岭亲自把我接入宫中。如今昏君已死，待明日辰时，天书开启，天下之人还有谁敢不服？哈哈哈哈哈！谁说朕死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呀，竟敢行刺于朕！ 小姑娘好厉害的飞刀啊！哈哈，哎，哎，嘿嘿嘿嘿！不可能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不是那个皇帝？拜见师娘。你不是要开天书吗？ 不用等明天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开。就你那小把戏啊，那是我老兄20年前玩剩下的。喂，好阴险的手段！明日天书一出，再加上陈龙武力威慑，说不定真就随了你谋朝篡位的心愿。 你说是不是啊，天机子道长，或者应该称呼你天网宗宗主李朱萸。昏君没死又如何？我的人早已随你们迎接我进宫之际潜入，现在整个皇宫都在我李朱萸的掌控之下了。陈龙，发出信号，武力逼宫。是宗主。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行动？不用再等了。你的党羽早已经被拿下，这里已经被我的人重重包围，插翅难逃。 师傅。
多么的英俊潇洒！罗成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一场引蛇出洞的好戏。思思的死，可能跟陈楼有关。这事没那么简单。能布下这个局的人，并非等闲之辈，连陈龙也没有这个心机。会不会和天网宗有关？啊！明日就是你复命之时，看来我们得走一步险棋了。你我兵分两路，你带天机仙人进京面圣，我与熊大去天网宗的废墟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天机子本是你天网宗一员，你设计此人，意在让其接管司天台，里应外合，行谋逆之事。不料这一计划却被利欲熏心的相国无意间破坏，天机子被杀死。无奈之下，你李珠鱼倒是当即杀死相国派来假冒的天机子，造成满朝恐慌。你借机浑水摸鱼，亲自假扮天机子，借我之手扳倒相国，同时把你接进宫中图谋逆事。我说的对吗？本尊当年得岭南一人传功，30年来无一日不在苦练，武功早已天下无敌，就凭你们想拿我笑话？那再加上我裴玉呢？你李珠鱼谋不谋逆我不管，但你敢利用潇潇，我就要讨个说法。放开他！裴玉，谁让你来的？我的事早已与你无关，你走！裴玉，杀了罗成龙，我保他毫发无损。我再说一遍，拿开你的脏手！我知道你剑法了得，不过就凭你的剑法，想从我的手中抢走你的梦中情人，未免有点痴人说梦了吧？还有，这凤潇潇就是当年你救过的小女孩方凌霄。真的是你？你再不动手，我就让他当场死在这儿。潇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这样就能救凤潇潇？罗兄，我别无选择。没想到秋水战大漠会在这种情况之下。杀了他！
我错了，看在我儿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吧。 算这样过醉生梦死的日子不成了，啊！圣上没有怪罪你顶撞，还官复了你大将军的原职，你摆什么架子嘛？圣旨我已经接来了，接不接？你看着办。重楼，你看你把伯父气成什么样了？抗旨可是大罪。哎，师爷，要不这样呗，反正我师父他是不想干这个大将军，干脆让哥哥老实容呗。我知道，我没说。 重楼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要去也不去千牛卫。嗯，他去拿由他吗？啊，伯父，我再去请圣上下道旨意，让他到百济司当个无名小卒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就舔他老脸，即刻面君，让他改圣旨。师父。 师娘本来就很凶了，你要是再给她干手下，那你可就骨头吃了。你可想好啊！臭狗熊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！你不是让我去百济司当个侍卒，那你功夫必然得胜我。你分明是小瞧我。今天本阁领就和你过过招，看看是你的罗家枪法了得，还是本阁领的袖里乾坤高明。